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This is RB Battles。嘿，大家好，我是干笔电。你们知道最近 Roblox 有个知名的活动，就是 RB Battles 吗？一群国外讲英文的 YouTuber 们，他们互相残杀，然后最后冠军可以获得100万 Robux。然后重点是今天呢，他们有出一个官方游戏，就是叫 RB Battles， 目前还在 beta 版本。然后我觉得他做的真的还蛮酷的，他这个画面啊，然后声音啊，然后比赛那种感觉，你看。他都喜欢 This is RB Battles This is RB Battles Wow OK 他们把这次这个活动搞得还蛮大的，而且他们有一个 Event Badge， 我应该会在另外的影片来介绍他们这次这个活动。今天这个影片就玩一玩他这游戏里面很多那种派对型的小游戏，你看 Bubble Bowling 这是第一个游戏。 Oh my god，你要把三个相同颜色的球连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分，分数最高的话就赢了。我超讨厌这个小游戏的，或者说第一个小游戏就是我最讨厌的。 OK let's go come on， 蓝色这是我里面最讨厌的小游戏了，我好像从来没有赢过，而且我每次遇到观众都会陷害我。有哦，你看他挡我，有没有连起来了？ Oh my god，三个 ，OK， 明明就连在一起，你在开玩笑吗？黄色 ，OK， 两个，三个黄色，那边有很多粉红色。这一局没有人陷害我，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有机会第一名。那边有个蓝色 ，Oh my god， 有人抢走我的绿色，我最讨厌这小游戏了。Come on，Let's go， 粉红色是我的逆转。Oh come on， 那边哦，蓝色的是我的，你把它抢走了。Come on，OK，、okay, 我要抢到你的粉红色 ，Yeah，Yeah。这样有第一枚吗 ？Let's see how yes yeah woo 63分 OK 所以你每回合结束完，你看他这边有可以投票三种不同的小游戏，有 Flappy Birds， 你们都知道 Flappy Birds 吧？那是我的童年，不然就先玩 Flappy Bird 好了。Flappy Bird 我超强，我还记得国中毕业旅行的时候，在饭店的时候，然后就拿着平板一直在那边玩 Flappy Birds。有朋友超过我的时候，我就会不爽，就会在那边一直要破他的记录这样子。反正我一定要是第一名。然后在这游戏的 Flappy Birds 其实很简单。我看我的 Roblox 好友都加入进来了，我 Roblox 好友很多都是高手。你只要飞过去最远就赢了。你们应该都玩过 Flappy Birds 吧 ？Let's go, let's go。Come on, OK， 目前我领先，重点是不要死掉，然后用最远的距离。哎 ，No， Oh my God， 我从来没有死过，我 OK， 算了。你妹，我从来为什么玩这么烂？我没有在录影的时候都1700以上的，你在开玩笑吗？这不公平！哎，这是我拿手的小游戏，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挂掉了？你看，这我之前玩的 Distant， 这是我的副账号玩的，我的副账号，我跑1773的距离，好吧 ？Oh my god， 我太难过。Flappy Bird 我超强。OK， 接下来我要投给 Purple Prayer，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反正就会分成两队。OK， 我是蓝队的。Puzzle， 反正就是拼图什么东西的。拼图危险，我们要跳过这些跑酷关卡。哪一队先把所有的拼图都拼起来的话，然后我们就赢了。每个不同的跑酷有不同的拼图部位，所以这是考验跑酷技巧的。Ready? Three, two, let's go, let's go. OK， 我先去用这个。OK， 你们要用这个。哦，你们好，你们怎么第一关就掉下去了？天哪 ！OK， 这个就交给我，你们去用其他的。这简单。OK， 我拿了一个拼图的部位了，然后接下来回到这里，把拼图装上去。OK， 一个完成，这个还蛮难的，这个交给我。你可以不要跟着我吗？你看这蓝队的，这跟我同队，还跟我一直在影响我。我们不用浪费人力资源好吗？同队的有一个人用好一个拼图就 OK 了。这个时间算很赶，却还蛮考验跑酷技巧的。OK， 我用到两个拼图的部位了 ，Come on， 接下来这个哦，我的队友还没有把它拿到，我预感他会死掉，所以交给我好了。哦 ，OK， 你看他死掉了 ，Come on， 交给我。OK， 他这个是这方块会 ，OK， 这边会裂掉。OK，
哇哦 ！OK， 我拿到了，我拼到三个拼图的部位了。这边队友还没有拿到，这个还蛮难的，这个、我好像没有成功做过。OK， 不然我先用这个好了，这个比较保险一点。哎，怎么可能 ？Oh my god， 这比看起来还要难。剩下最后27秒，我起码要把这个拼图部位带回去，这样我就带了四个。Let's go， 四个。十秒，十九八 ，OK， 很好，很好，很好。我们只差一个拼图的部位了。我猜是不是这个石头滚石头的？哦，果然是滚石头的。这样我们应该赢了吧？我们应该有比较多的拼图。我猜，光是我一个人就用了四个拼图部位。Here's the results. Yeah， 我们赢了。我一个人就用四个。对啊，我的队友只有另外一个队友用一个而已哦。接下来的话，这个 hoverbro.io 就是那种很常看到那种点 IO 游戏嘛，我应该会小心用这个 Bobob 团队模式的 Bobob。Let's go， 这次我又是蓝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球，然后我们每个人有三条命。蓝队的，我们要把对方粉红色队伍的人都把他杀掉，用球撞他们。这个我超擅长的，看我秀一波吧，各位 ，Let's go！ 按空白键可以加速把别人推下去，看我陷害别人啊 ！No！到中间，看我陷害别人一下哦，然后绝佳的时机，推你下去啦 ！Yeah， 拜拜 ！Hell freaking yeah！ 我还有三条命，我队友目前感觉都干得都还不错，我现在的冲刺又冷却完毕了，拜拜 ，Yes！OK，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把 Jackie 干掉。Yeah， No， 我把自己干掉。OK， OK， 我承认刚刚那个，哎，蓝队干嘛杀自己人啊 ？Oh my god， 最讨厌那种 teammate killer， 干嘛杀自己人 ？OK， OK， 很好，很好，你看 IOP shop 就做得很好。拜拜。啊 ，Come on， 可恶，最后剩下两个粉红色队伍人。Let's go， Let's go， Let's go。OK， 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的，把 Jackie 干掉，我们就赢了。拜拜。哎，哎，可恶 ，Jackie， 你真的是，你怎么这样还活着啊？最后十秒钟，虽然我们目前就赢了，但我还是很想把 Jackie 干掉。拜拜 Jackie， 拜拜 ，Come on Jackie。OK， Jackie 还是活下来，不过我们还是赢了。你在这个大厅的后面这边还可以看到，目前你赢过的总次数，像我目前总共赢了29次。这排行榜上面就我的雕像，看起来就很酷啦，很爽的感觉。饥饿游戏，我相信你们应该都知道饥饿游戏吧。这个游戏的话，我告诉你，我的策略就是熟辣战术，好吗？熟辣战术 ，OK， 熟辣战术，我要逃了，我不要跟别人去中间抢那个箱子，我要去旁边抢箱子。熟辣战术，熟辣战术，熟辣战术 ，OK OK。但是缺点是因为 ，Oh my god， 我是油杆笔电，所以他们都会想杀掉我。我要好一点枪，这边有个比较好一点的枪。干嘛让我用熟辣战术？不要来杀我 ！OK， 我现在拿到一把35子弹的枪，不要来杀我，不要来杀我！你们互相残杀，你们互相残杀 ！OK， 休想杀我，滚 ！No， 不要 ！No， 不要互相 ！Oh no， 不要 ！Come on， 你是你逼我的，我告诉你，离我远一点。这时候我觉得很讨厌，我的外观是有感鼻炎，会一直被霸凌。不要！干嘛来杀我 ？Oh my god！No！滚！你给我滚！不要来杀我 ！Oh my god！ 你有什么毛病了？就这么想死吗？Oh my god！Oh my god！No！ 这是我的熟辣战术，你们要互相残杀。Come on， 那边还有箱子，我要先去拿一下，先收集资源。这边还有枪。OK， 好，很好，两把35子弹的枪。Come on！ 哎 ！Oh my god！Oh my god！ 你扣我很多血，我就知道熟辣战术，你不懂吗？你不懂吗 ？Die！ 我有高地优势。我现在血量被他搞得好少，我现在真的会输掉欸，因为他血量比我多。拼了！高低优势！拼了吗 ？Come on！ Here's the result. Yes！ Yeah！ 我真的是超级 try hard， 就是超级看重我的比赛结果的。赢了，爽！这也蛮好玩的，这是模拟器。你知道 Roblox 很多那种模拟器游戏吗？然后这游戏的小游戏就是模拟那些模拟器的小游戏，你们等下看就知道了，还蛮有趣的。Simulator City 模拟器城市，然后我们要收集那些金币，金币可以来买宠物，宠物可以让你金币加倍，这我也蛮厉害的。Let's go， Let's go， Let's go。
收集金币 ，Come on！ 但是这个我知道，我的 Robot 好友也蛮强的，我不能输给他们。OK， 我现在可以买个 Bunny， 我要买两个 Bunny， 这样就可以乘以。OK， 你看我现在乘以三了，我现在再买的话就乘以五了。我等下留给自己大概40秒的时间收尾，我收集到大概60秒的时候我下去，那我去拿那个 Dominus 的加倍。Dominus 刚在哪里啊 ？Oh my god！哦，不是这个，不过没关系了，来不及了，我等一下赶快上去了。我要留给自己大概40秒的时间。OK， 最后一个 ，OK，Let's、okay, go，Let's go， 35秒，35秒。然后最后我就要狂收集金币，因为最后不是比谁宠物比较多，最后是比谁金币比较多。你知道最后阶段的时候还是要狂收集金币，像我现在有乘以27，就可以瞬间累积到超多的金钱。Let's go，Let's go，Let's go， 最后10秒钟。不可能有人比我多吧？我不相信有人比我那个2000多还要多。Yeah， let's go， 4000元，4000元，4300， let's go。没有人可能会，肯定会赢我。Hey， mini game pro， 4200，第二名1200。当你擅长一个游戏，就会喜欢那个游戏。接下来我觉得可以玩这个 Lava Escape， 这应该就有点像是那个 Frog Escape。我之前有玩过，可以点右上方的资讯卡去看。OK， 到火山的最上方，然后不要碰到在上升的岩浆。Let's go， 跑酷游戏！我的 Robot 好友应该都蛮擅长跑酷游戏的，不能输给他们。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挂掉，然后你可以在这游戏里面双重跳。哦，为什么跌倒了 ？Oh my god！ 哎，哦，妖兽，刚突然跌倒，然后这边岩墙跳左右左右左右。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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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OK， 我不要看这看太久了，我可以冷静一点，反正我应该还是第一名。What's tally the score? No, 不是第一名，第一名变坦克笔电了。哦哦，这个 Bomber Battle 也蛮好玩的。这 Bomber Battle 像是我的童年之一，就是爆爆王。反正就是放炸弹，然后尝试去炸死别人的一个游戏。然后这个 Bomber Battle 就是同样的概念，你可以放一些炸弹，把那个箱子炸掉，里面会有一些那种特殊技能，可以让你多放一些炸弹，或是炸弹的范围变大之类的。Let's go, Let's go, Let's go！ 我是右下角的，右下角的是我。OK， 把这个两个箱子炸掉，看，然后等一下放一个放到这里好了，看有没有什么特殊道具。看那白人想要杀我，他是特别来这边杀我吗 ？Come on， 不喜欢别人被针对的感觉。OK， 我要拿这个。OK， 那应该就是让范围增加的。我跟我 Roblox 好友玩的一个缺点就是他们都会想要针对我，想把我给杀掉，所以有点恐怖。Come on， 你看，这超针对的，想要来硬的我就跟你来硬的，好不好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No， No。这不公平 ！Lin is bullet。哦，那两个人长一模一样，在那边集体陷害我。突然有点后悔选赛车，因为刚刚有个人说他很擅长赛车。可恶，我不能再被霸凌了。这卡丁车可以劣质，它是可以撞别人的，而且还有道具，所以我很怕被霸凌，被集体霸凌。OK， 我们不能领先，我们不能第一名，加速。这边要稍微减速一下，然后用内弯，用内弯，内弯，新竹内弯 ，Let's go。OK， 可以放炸弹炸后面的人，就很像是马里奥赛车里面的香蕉。对啊，马里奥赛车有香蕉吗？我有点忘记了。目前还是领先于第一名，很好，很好。倒追了，倒追了，倒追一波，最后一圈了，各位，最后一圈，加速！你在那边挡我？你在那边是？好，没有，其实没有那么……哦，我碰到别人的炸弹了。Come on， 我不会被逆转吧 ？Come on， 你们 ……Oh no！我变第二，我变第三名了，在开玩笑，我变第四名了。哦，哎 ，come， 哎呦，你们会不会开车啊？哎 ，come on， 哦，那边挡什么 ？Oh my， 哦，我变第五名了。No， 那不要再撞我。No， 我曾经是第一名啊，就这样毁掉了，现在变第三名。Come on， come。No! Oh my god, that is so sad. 这个就是占领地，有点像是分成蓝队跟粉红色，然后要把自己队伍的颜色占满那个整个方块。
这个方块它是会旋转的，旋转去的，而且是浮在天空中的。然后时间到的时候，如果蓝队有比较多的面积的话，蓝队就赢了，好吗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蓝队 ，Go go blue！ 你看 ，Oh no， 不要掉下去，掉下去很浪费时间，因为你还要再花时间上来。OK， 我现在掉下去，赶快到这边通风管再跑上去，把粉红色盖掉。Come on, let's go。OK, freaking Dallas， 把粉红色盖掉，跟在他后面，跟在他后面，跟在这女生后面。Hello， 长得蛮漂亮的哦。Hello， 哎、欸，掉下去，哈哈，拜拜。跟在粉红色边，粉红色人的后面。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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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呜呜呜。OK OK， 赶快，一秒钟。OK， 我们要赢了啦，感觉就是我们赢了。Let's see how things stacked up。We won。我用了最多方块，115个方块。L freaking yeah！ 哇，32是胜利了 ！Oh my god！ 我是不是玩太多场了？最多胜利的是这个900多胜利的人。我其实30胜利还好。哦、oh, ，我应该要投票的。我没有投票后果，就是要玩一个我最讨厌的小游戏。哇哦，这是什么无聊的东西啊？我宁愿看我的公司理财。哦，好有趣。突然发现我买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像新的一样，几乎都没有用过。你看 ，IOP Shop 那边射我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搞错玩游戏的方式了？没有人喜欢玩这小游戏的。哇，你赢了！你好棒！我们可以玩这个，这个超好玩的，就还蛮有挑战性的。但我等下有个 Full Panda 要来，我很担心我玩到一半 Full Panda 会叫我。还有九分钟应该 OK OK OK。我很怕就是观众会集体霸凌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可能会输掉。哎、欸，记住我在 Full Guys 的训练，很好很好。哎、欸，很好很好，这是我在 Full Guys 平常要做的事情。还有人还在第一层。我可以，哇、哦、，My God， 我可以直接站在，等下，我找到一个操作面的方式。这个 Black Robot 444，我的 Robot 好友，他也加入这伺服器，但他还在载入当中。Oh my God， 拜托 Black Robot 444，你不要现在离开，不然我就要掉眼镜下面了。你看 ILB Sharp， 他在这边辛苦的跳，他要掉下去了，那我又可以直接站在 Black Robot 444的上面。我觉得就算我认真比的话，我也可以有机会赢的，好吗？我就是遇到一个这么好的神机，还不好好把握一下吗？好不好 ？Hype Dance， 哎、欸，哇！Oh my God，What？ 为什么我不是第一名？哎、欸，我们三个人都活下来了，结果你还有分名次哦，什么东西啦？我以为我是第一名，三个人都120秒01。然后这游戏给我算第三名，你要三个第一名才对啊 ！Come on， 算了啦，才不在乎什么名次。OK， 各位，那我看是差不多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啦，我们快要达到300,000订阅了。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按下订阅跟喜欢的按钮，可以检查看看你订阅了没有。也许你还没有按下订阅，那就这样子，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那我是欧干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